为了给家人吃安心的蛋，在新加坡担任行警的肖丽珍返乡养鸡，给鸡吃牛樟汁，所产的鸡蛋圆润粉嫩，一天能卖4000多颗。因为意外只剩一眼视力的曾建良没有被困进鸡道，他的太太创业卖彩色日晒面，成功挥别黑暗人生。营养价值高的木鳖果，尤宗翰与首座冰棒业者合作，开发专属台东土地的味道。请锁定本周日的《台湾真善美》。